台中鱼市场是中台湾最大海鲜渔获交易平台，为了行销国产鱼，跟国际型饭店合作推出连续四个月的国产海鲜季。饭店专门替鲈鱼、五仔鱼跟龙胆石斑这三款渔获开发了十种西式口味，不仅要让台湾的消费者吃到在地新鲜的鱼料理，也要让外籍旅客品尝国产鱼的鲜美滋味。五仔鱼翻面干煎，撒上胡椒调味，逼出水分，把浓郁鲜味锁在肉质里。五仔鱼其实非常容易料理，而且它的油脂很丰富，那个肉质非常的细。渔业署署长难得露一手，展现厨艺。除了鱼肉细致的五仔鱼，还有胶质丰富的龙胆石斑和鲈鱼也上桌。利用蒸煎烤，让它的水分拉出，然后熟度拉起来，油脂出来，其实都会非常的好吃。为了拓展国内海鲜内销市场，台中鱼市场看准解封带来的爆炸性旅游潮，跟国际星级饭店合作，推出长达四个月的国产海鲜吃到饱，每两天就从鱼市场进货新鲜鱼货，包括我们的龙胆石斑、五仔鱼，还有鲈鱼，这个都是台湾非常好的养殖鱼。咱家在地人，你吃鱼啊，会讲我拢要吃在地吃台湾的吼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饭店主厨专门为鲈鱼、五仔鱼还有龙胆石斑开发出十种偏西式的口味，要让台湾的消费者品尝到不同料理方式，也要让国外旅客吃到在地熊青叶国产鱼。记者潘信、吴祥山台中报道。